各位朋友，各位同道，龙隐长空，天地大道，中医之声第49期，我们现在开始继续请我们的傅锦华老师对话刘凤老师，中华五脏之真文服饰。我们今天讲心肝脾肺肾的肾。在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在开会讨论皇家学会的主席威尔金斯的论文，名字叫做《真正的智与哲学语言》。这个所谓真正的智是出自培根他的说法，他说汉智是真正的智，哲学语言呢又是出自莱布尼茨所说的中文是哲学语言。当时在会前有许多人，包括威尔金斯自己本人，都倾向于直接使用中文，使用汉字作为欧洲的知识媒介，来凌驾于各种方言土话。在这里说明一下，15世纪前西方的法语、英语、德语均是地方方言，他们的语音就音形意，就是语音符号语义都不一致，但是他们当时又没有印刷术将它锁定在纸张上，所以整个就非常混乱，造成了普遍的误解，也加剧了宗教战争。那么在15世纪左右，西方依靠四大发明才锁定和规范了这个发音符号，才有了西方文字的雏形。我们知道真正有了基本一致的文字，那么科学、文学、哲学、神学、艺术才有表达的可能。到这里我们其实就应该明白啊，所以欧洲的不少学者，包括大百科全书学派的伏尔泰，他们都明确认为在15世纪前欧洲的文明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没有统一的文字，也没有统一的文既有统一的文字的这种文明的表达和文化的表达。所以为什么我们万年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要去跪倒在西方的文明面前？我们的文明之碑何其错误啊！所以为什么讲黑讲那个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这里做一个说明啊，回到刚才的这个会议啊，当时那个1688这个1668年这个会议呢，由于这个威尔金斯，他就让他的助手去试着掌握汉语。但是却发现太难，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呢，争论很激烈。后来呢，就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一种妥协的方案，就按照汉字模式来改造西方的英语，使它升级，也就是摄取汉字的表意，就借它的含义，借鉴它的定义。最典型的就是1755年问世的第一部正规的约翰逊英语词典，但是实际上全部的现代西方的语言文字和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汉字表意之上的，可以一言以蔽之，现代西方诸文字的内涵基本上来自汉语，尽管发音和书写形式是他们自己的。这里面我引用几个学者的这个他们对汉语的表达，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傅老师和刘凤老师关于的中华真文的这个挖掘和对话，它的意义所在。法国的汉学家雷穆沙说，汉语书面语言代表人类的基本思想，而这是其他任何语言和文字都不能传达的。著名学者塞缪尔·约翰逊说，两个世纪前，他说的时候是指的是1500年啊左右，欧洲人发现了伟大文明的符号系统，发现了，他只是发现了汉字系统。钱德明是一个耶稣的会士，称之为艺术与科学的生动的字母表，他们是这么称为汉字的。他说这是黄种人天才的真正胜利。总体而言，表意文字的演变是人类书写语言的主轴。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
密歇根大学英语系的主任大卫·波特说，汉字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和神圣启示的密码，体现完美的理性哲学体系和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我再重复一遍啊，汉字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和神圣启示的密码，体现完美的理性哲学体系和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大卫·波特就触及到了汉字的本质，就是二位老师讲的，来自于高维，来自于天道，是高维能量结构的表达，这就是中华真文。不认识汉字，难以忠实于经典，难以了解经典所说的天人合一、五脏，也难以对于健康疾病的本质意义有更切近、的理解。所以我们感谢傅金华老师的传达，感谢刘峰老师的解读，让我们从源头了解了中华中文、中华医道、中华藏道，来指导我们的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我们才会了解今天所讲的肾，才能理解肾者做强之官它的意义，才会知道经典所说的肾与我们这种以讹传讹意义上的肾区别究竟有多大。好，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二位老师现在开讲，欢迎傅锦华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通中华藏道之肾。中华真文肾，古音使忍切，楷书作肾、还有个阶梯楷书，有阶梯的肾、中华真文肾服饰、肾左扶右扶，左扶是环生交变，左内环转扶，环转扶内又有一点表示扶是发生，所以环转加经为环生，左扶上重进上焦，左扶下重进下焦，共是交变、上焦下焦，上焦化下焦聚，我们把它叫做交聚，交变，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产生各种各类化变，所以呢，我们称作交变。左扶环生交变。右扶波雨，下右洪波下雨，波雨也是相互作用，产生各类画面，共是环生变雨，环转内生
交变、语变。淮虚今生交变波语，淮传浮世虚空，今微浮世内生，我们称作今生。崇敬交变，洪波相与，共同服侍，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各种各类画面。所以中华真文藏字环生变语服侍呢，一切空思动变时，机缘动变环转内生，一切的发生，而且是从虚空中的发生，都由圣旨来服侍。发生以后，然后通过交变波语发生了道御天王全部通关的各种各样的各种各类的画面。中华真文圣动变态势居士还生查本语变始发空思动变子虚空还转内生，他就服侍呢查本，他隐藏着自在之本，包括自然、生命、社会之本，这也就是后世所说身为先天之本之源。语变始发，各种相交相遇，发生各类画变，所以呢我们称作语变始发。就是有了相交，才有了画变之开始，有了相遇，就是相互作用，然后呢既有了各种画变。有了各种画变，就会发生自在天王通贯全网的变化。中华真文藏字动变态势指趋势内环外变内生外语。内环指环转在内，外变指化变在外，内生指环转虚空之内发生，外语指内生以后通过相交相遇引起各种各类
方便。中华人民政治动变态势之时事，重欢和声，重变和语。重欢和声，从环转与精神，就是精微内声相合。重变和语，从交变又和与洪波相遇，从静交变，洪波相遇，使一切发生、发展、化变之根源。以上。我们已经清楚地通悟到中华人文圣从虚空环转内生开始，然后又出现了相交相与引发的各种各类化变。所以圣在虚空，圣为根本，一切之根本，根本始发，然后又通过交变相遇，出现了对各种各类动别之统摄，就是说圣服侍呢，从虚空内生到从本至末的各个境遇的空识动别。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黄帝内经》说肾乃先天之本。谢谢。谢谢傅老师啊，这个肾啊，在傅老师讲之前呢，其实我一直没有明白这些符。啊，单符怎么变成这种复符？刚才傅老师把这事讲得非常清晰哈。首先呢，这个它左边啊这边的这个符释的呢，它我们看明白，上面呢是从进，这个从进呢恰好的是一个是上化，然后下面这部分呢是下句，它的中间这个呢啊，实际它讲是啊环转和那个精微，环转呢实际是一个宇宙一切运动的根本啊，也是虚空的本质。啊，就是说这个宇宙空间最基本的这个虚空运动啊，它的运动方式啊，实际是个环转运动，啊，就像所有东西都是这个圆运动一样，啊，这个电子啊围绕着这个原子核啊，对原子核，然后呢，地球围绕太阳，行星围绕太阳，然后太阳围绕恒星围绕这个银河系中心，啊，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边都是这么啊迭代的这种环转的运动方式。它又代表了虚空的最基本的运动方式。那这一点，这个精微的精啊，这个精还特别提出这是精。精是什么呢？啊，我们说这是灵微哈，灵微呢，你顺着能量看过去呢，它是微，啊，它就是黑洞啊。你迎着能量看过来呢，它就是宇宙大爆炸。所有的东西都从这一点灵微出现的。那么这样呢，就在这左边这个符释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呢？它这个。灵为这一个质点，它可以在整个宇宙空间任意一个空间质点发生，而这个空间呢，它可以在任意一个维度上发生，就任何一个维度里面的任何一个质点都是灵为，啊，它无处不在，啊，那而且这个灵为它可以既这个灵为既可以在一维里面有，因为一维里面有无穷多个点嘛，也可以在二维里面啊，也可以在三维里面，也可以在四维里面，也可以在任何一个维度里面，它都可以上化和下聚。啊，这个上化下聚就把这个精微的这个就把这个
这个魂传和这个精微呢啊，这个所有的发生，也就是所有的宇宙大爆炸可以在任何一个空间质点上发生啊，这个就是非常精妙的表达，这个表达的涵盖性质啊非常通透啊。那么在精微的同步，在这个精微发生的这个爆炸的同步的右边这个符，哎，它正好是它的这个符示的是波宇。什么是波宇呢？就是波干涉啊，能量波相互干涉，这是一切能量呈现啊，在这个现实中呈现它能量结构的最基本的啊一个关联，也就是当两个能量波产生同频共振的时候，它会产生干涉，干涉会形成相应的能量结构。所以一切就像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一切存在就是能量波干涉啊，能量波啊相运动相对平衡而呈现的能量结构啊，它就呈现出这个复杂的这个空间里面复杂的存在形式。所以这一看这个肾呢，这个字，中华之文这个字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时空的这个生发啊，也就是它发生啊，表达的非常精彩。它既有它在零维的发生，又有它在这个零维可以在 n 维之间啊任何一个维度呈现它的发生，同时在它发生的那同一个维度之间的整个的发生的展开啊，所有存在这个显化的展开啊，通过这个波的那个共振叫波语来表达。所以这个字呢就非常精彩的就把这个肾的啊，它以这个生发啊，它是先天啊，它从无到有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和它这个有又遍及整个宇宙空间啊，遍及纵横的存在啊，横向就是能量波的这个，我们既然说横向是能量波的同频共振，是能量波相互作用形成横向的存在，就任何一个维度的存在是这样来的。那纵向呢恰好是投影啊，那么上画就是回归投影源，下聚就啊这个往下投影出下一个维度投影的像啊，所以这个上画和下聚整个构成了整个宇宙空间所有存在的这种属性，就是投影的属性啊。所以这个肾的这个就把这个生发的这一切的这个本质说的特别清晰啊，包括从零维啊生发出来宇宙爆炸啊这个概念，也是米尔卡巴啊，也是我们说的曼陀罗啊，其实全是从这个零维这地方呈现的。那这个从这个一下呢就把这个所以就我们就理解这个中华真文哈，它就是把这个空间最简单的能量结构啊告诉我们这个整个宇宙空间能量的这种啊，整个宇宙空间所有存在它们的纵横的啊关系啊，它们的内在纵横关系是怎么回事啊。这样的话呢它那么在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共识呢就是圆啊环生啊啊变宇啊，就是环生就是从这个灵维这个质点啊和宇宙的本质而生成的啊而发生。而呢它呢在这个横向呢产生的这个变宇就是它的这个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各种存在和它们的变化啊，都是在这个能量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的啊。那么同时呢这个环虚精生啊，它这个环虚就从虚空，那实际这个虚空里面它既有这个环转的这个虚空，同时也有上化下聚的虚空，因为上化回归的是投影源，下聚投影的像，所以它本身也是虚啊。那回归本质的投影源的时候呢，到 n 维 n 趋无穷大，那才是本质的那个，而到那个境界又跟零维合一了啊，所以这个很精妙的把它表达的非常清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环啊这个环虚精生，最后呢是交变啊波宇啊，就是整个在横向能量的能量波的干涉，能量波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切复杂的存在啊。所以呢，这个通过符示就已经很清晰的啊，向我们表达了一个肾的这个属性，这个字所代表的整个时空属性。那它的这个局势啊，它的态势里面呢，就环生藏本，也就是精实体是藏在那个整个虚空里啊，从这里面生发的，它藏在那个啊，它的整个宇宙的本质上的啊，它本质的运动就是环转运动，然后它那个精又是这个灵维，又是全息的啊，它是一切万有都有的啊，但是它并不显化，在灵维这一点的时候它不显化。然后呢，它的那个宇变始发，就当它开始了这个同频干涉啊，才会有这个发生，所有事物的发生都是能量波啊同频共振啊，没有这个同频共振的这个能量波啊，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各走各的路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把这个始发所有的存在啊呈现，它整个是从虚空内生啊，所以这也就是表达了肾的一个本质啊，就是先天的本质啊。然后它的趋势呢是内环外变啊，它从内啊就是灵维啊，它讲内其小无内嘛，内环，
然后外面，它外面呢就是呈现了它能量波从而变化出外显的，然后内生外语啊，就内从内而生啊，也就是这个内，也就是这个从灵为啊，外语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样在外面显化的能量的相互作用啊。实事呢是从环合生啊，它是从这个最基本的啊存在啊而呈现它合形成的生合，其实也是它的这个整个。啊，同频啊，整个能量的相互作用，同时这个和也代表了这个上化和下聚的和啊，在这个和的这个中间层次，它会呈现显化啊，从变和语啊，它是从这个能量波的变化啊相互作用而这个相互干涉而呈现的这个和也是这个同频啊产生相互作用的时候啊，它会产生这个所有的这个存在啊。谢谢傅老师，谢谢刘老师。嗯，刘老师解读的完全是中华真文甚至所包容的从本至末由末归本的全部经义啊，真是用真言进一步通识服侍我们。这里是举了几个与中华医道相关的境遇，如果肾的全面真实，那要从八洞空实、虚实、合开、圆方以及八变空实之阴险入处升降来通悟。我们今天所举的真实是与中华医道相关的境遇啊，并不是说肾就用这样的真实就能全部表达，而是呢举了几个例子啊，环生阴阳，环阴生阳，环生精气，环精生气，环生与阴阳的相互关系，环阴生阳，肾由肾阴肾阳，环转服侍呢肾阴，精神服侍呢肾阳，就是说肾之阴阳从环生这样的空实动变就能显现出来。环生精气，环精生气，是说环生于精气的相互关系，环精生气，环虚空环转，虚空环转与精气之精相关，就是说肾精是由于虚空环转显示出来，而肾气由虚空环转指内生显示出来。这里所说的精气是精气神之精气，与八大征服指精为服之精是有区别的啊，不同境遇啊。这个精气是指中华医道中关于生命之精气神中之精气啊，而且精气与气精不同，就是说精气神与神气精是不同的。
精气、子气是由内生子精所显现的外气。不能把精气子气与神气子气相混啊，这排列不同，就像我们过去所讲，气血子气与血气子气是不同的，所以肾经是虚空环转写实，而肾气是虚空环转内生写实之肾气，所以肾经属于肾阴，肾气属于肾阳。再过，与变作强，与作变强，与变用欲，与用变欲，又是举例啊。因为《黄帝内经》说，圣者作强直观，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把做强与别的相互关系给大家通悟一下。与别做强，与做别强，做发生强统摄啊，与做就说相遇就会发生各种相交相遇，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发生。变强发生以后，就要产生化变。这种化变呢，与强关系密切，强服侍的是统摄啊，统摄。以后讲气脏时候再讲啊。与变用欲，与用变欲，与变和用欲的相互关系，与用变欲相遇，包括从境相遇、洪波相遇，相遇就会用场发生了变化以后就可以遇，所以遇变才能用遇。为什么这个地方举用遇呢？就是中华医道讲肾主生智，就发生和用欲，所以呢，这个用欲绝对不仅是怀孕生子，而是指的自然生命社会所有经欲之用欲啊，与变与用欲是相关的，没有与变就没有用欲。这是举例说明肾与生育的相互关系。特别指出生育不仅是指生孩子啊，生而且是指整个自然生命社会之用欲啊。从内和外，从环和身，从左和右，
重变和语，这是进一步砥砺说明中华人文圣旨局势啊，而趋势啊，从内合外，就是从华藏之内合于交变之外，从华藏之内合于精微之内生，从左合右，从左扶和右扶，从左环和右语啊，所以呢还有从变和语，就从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引起的化变。这里主要是讲从静交语引起的化变，在和语洪波下雨引起的画面，过一下啊，正式翻页啊，这里呢是又进一步声明的，甚至是趋势啊，以及它的实施啊，肾环、肾生、肾虚、肾藏、肾变、肾语、肾本、肾死、肾阴、肾阳、肾精、肾气、肾浊、肾强、肾用、肾欲，是举几个经义啊，肾。与环、生、虚、藏、变、与本、死关系密切，中华真文圣旨可以服侍环转内生、虚空且藏、交变、交语，这样的话呢就共同写示呢本和死，就是一切动变之本，一切发生之死，都由圣来服侍啊。翻页啊，除了圣服侍呢本与死，是一切之本、一切之始以外，圣在中华一道中还服侍圣阴、圣阳、圣精、圣气啊，同时又服侍呢坐、强、用、欲，坐发生，强统摄，所以圣呢与自然、生命、社会之发生统摄相关啊，而且圣呢与自然生命社会之一切用欲相关，所以中华真文圣旨他就服侍了环、生、虚、藏、语、变、本、死以外，还服侍了阴阳、精气、坐、强、用欲等等。我们所以用的省略号，就是说圣是通贯自在天王的，圣是无限的空识动变之发生于统摄啊，死生于化变。这里呢曾经是举了几个重要的境遇啊，谢谢。谢谢。
傅老师在这边把这个真事展开啊，举了这些例子哈，这些例子主要是要跟这个中华医道的里面用到的这些关键点啊是要关联啊啊，因为每次讲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呢，啊，其实傅老师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中华真文它涵盖的面啊是整个宇宙空间的各个境遇啊各种存在，它都可以关联上，因为它就是一个空间的最基本的结构。啊，那这种最基本的结构它基本上存在于我们整个时空中的所有方面啊，就它的这种能量属性啊，只要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能量属性，它所代表的含义啊实际非常的广阔啊。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里面呢，在跟中华医道相关联的部分呢，提出来这些做一些啊做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个能量结构跟这个我们在医道里面用到这些能量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联啊。首先呢，这个啊，环生阴阳啊，这里面讲这个环啊，实际是虚空环转啊，它由虚空环转而生这个精微啊，从精微生出这个阴阳。那这个它的环转啊，实际上呢，这个环转生的是就是代表是阴啊，那个精生出来这是阳啊，生出来这个精是阳。那环生精气啊，这里面特别精啊，特别强调点，这个里面的精气不是那个精微的那个精，不是那个灵微说那个精，它是这个显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显现的啊，最精啊，就是精气神里面这个精，实际它指的是哈。所以呢，他说那个这个环生精啊，这个环转生精啊，然后呢这个。内生啊，这个气啊，内生这个气，内它精是内生之精啊，然后它那个气是内生之气。实际上呢，我们从那个维度里面的呀，它是从灵维出来啊，这个因为从浮世里面就特别精妙的把这个呈现出来。然后呢，在这里面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语变作强，其实这个作是啊，讲到它是发生啊，实际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这个共振的频率啊，只要呈现的时候啊，这个两个能量波开始共振啊，这就是作啊，它就发生了。那这个强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由这个同频以后开始啊，这个同频增益啊，也就是同频共振放大啊，它相当于一个放大的过程啊，也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同频的原始的基频，然后在这个基频上继续放大，这就是变强。啊，这就是强的意思了啊！这它只有放大以后，它在这个空间里面，它的信噪比跟其他的那个能量关系的信噪比才会凸显出来啊！就是它呢，这个能够显示出它这个强的啊这个境遇啊。那么那个语变运遇啊，这个运实际上也是这个也，它是初始共振的发生，这就是运。遇呢，就是共振的放大啊，所以它整个的所谓发育的过程，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啊整体的这个同频的放大的过程。啊，也就是一个这个呈现的一个这个越来越啊显化的过程，啊，那么从内和外啊，也就是它实际所有东西是从内啊往外，它跟外面的啊呈现的这种由内往外的这个趋势啊，再一个从环和生啊，它也是从虚空里边合出的生出这个精微，啊，从左和右。啊，它是这个左右的概念，也是这个关于这个波与红的这个概念啊，也是这个引显与现的概念啊，它也是从这个引到显的过程。同时呢，这个精微的这个声啊，这个这里面啊，从变和语，这里面这个变啊，就是你的频谱一变，你的干涉的那个像干涉的结果就会变。啊，所以这是一个变频，也就是人，这就是我们说这个能量波在核心的这个。这本质呢，只要一改变啊，那后面的所有的存在都会相之于改变啊。这个就是调频的过程，也是一个变频过程啊。然后呢，这个那么肾就跟这些功能啊直接就关联上啊，就讲肾环肾生啊，肾虚肾藏啊，肾变肾余，这都是肾所具备的，肾这个能量属性所具备的这个呈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呈现。啊，肾本肾始，他讲到肾的属性，本它是来自于它是本，它是开始起始，啊，肾阴肾阳，啊，肾精肾气啊，肾作肾强，肾运肾郁啊，它跟上面的这个对这个肾的这个能量关系和我们讲到的这个肾的这个能量结构啊，它所呈现的这些能量属性，啊，空间和能量属性，还有它们的这种变化规律啊，
谢谢傅老师。好，谢谢刘老师。以下我们通悟一下肾在自在帖网中所写现的主要经义。自在帖网，中华五脏在自在帖网中显现了空脏、实脏、神脏、气脏等等。我们首先通悟一下空脏。中华正文肾在空脏中毫无疑问处于虚空。空脏自拔动空时，反正虚实，合开约防。正空就是空之显现啊，正空显现的虚空与实空，实空显现合空开空，开空显现方空啊，约空方空。所以肾在空脏中属于虚空。肾在虚空，为什么说肾乃先天之本？肾环转，虚空环转，而心合开如初，心在合空，而肾在虚空，很显然，从肾字与心字上已经清晰的看到了肾为先天之本，肾在虚空，心在合空，而肝与肺在虚空实空、合空开空两间往来出入。肾在虚空，就是说在空当中肾为本，肾为始，开始的始啊。肾在神脏中，肾藏志，当然用中华正文把志、神、魂、魄、意都用正文来写释，那意境就很清楚了。所以肾藏志，志是隐，心生神明，心藏神，神明属于显，而肾藏志，志属于隐啊。所以在神道中，肾藏志属于隐空，心藏神属于血啊，脾藏意，意神之血就是更血，肝藏魂，肺藏魄啊，魂魄在志和神，也就是肾志和心生之间往来出入。所以《黄帝内经》说，病经出入谓之魄，随身往来谓之魂啊，魂魄往来出入与肾志
与心神之间啊，所以五脏神脏中肾藏志啊，就是神之引啊引、我们刚才通悟呢，肾在空脏中，属于空脏虚脏啊，在神脏中属于肾志，属于引啊。我们以下通一下气脏啊，气脏包括神气经，我们今天只通悟一下气，因为《黄帝内经》专门在《灵兰秘解论》讲过气脏，盛者坐，强之官，那就是讲的是气脏。当然，气脏比空脏、实脏、生脏要低啊，把肾者做强之官的真文写示一下啊。肾在气脏，服侍自然生命社会之发生统摄啊，写示一下真文字，生者作强之官啊。把那个生者作强之官展现一下啊。肾者坐，肾还生便于肾者，就是各种还生便于之相互作用，上下通贯，循环往复，就是者。坐向右发生老子说万物并坐，中文里还有始坐勇者，这个坐都是标示发生。把那个那五个字儿那几个字儿出来就行，就胜者坐强之官那几个字儿出来就行，不用写进。哎，对了，用真文写示的《黄帝内经》无比精彩啊，激动人心。我们看到胜者坐强之官，一目了然。如果用楷书写出，就得查新华字典去定义啊，而用正文服饰不用定义，不用翻译，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看得懂，不需要语言交流啊，只要通悟，用神通即可以啊。所以看那个甚至缓生变
一语，看那个者字儿啊，有话句通也，经声微变啊，还有这个红化、木火生化啊，雄化往复啊，做、有下句，还有下右晋升啊，所以一切发生从本自末，一切发生都用做来服侍强、回学府并列，并列回学府哈，不断回学，上下回学啊，左右并列，然后还向右进，所以强是回学右进啊，所以他有对各种孔氏动列子项目进展，而且呢并列统摄啊，知写句晋升，所以向右的知是服侍从左至右，从本至末啊，所以肾是本始，从肾至本始向右，右进，进到官，上化，下腹啊、下炎啊，然后洪波汇集啊，这就是官。做之强制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不讲了。只理解到做一切发生强向右统摄所以《黄帝内经》所说的圣者做强之官，是说圣的生化动变循环往复，表示呢一切发生和统摄，为什么说生来先天之本，就是说一切自然生命社会之发生统摄皆归属于肾，自然之发生，生命之发生，社会之发生，自然之统摄，生命之统摄，社会之统摄，皆归属于肾。从生命来说，生命空之发生，生命死之发生，生命神之发生，生命气之发生，生命精之发生，生命素之发生，生命序之发生，生命类之发生，生命机之发生，生命化之发生，生命变之发生，生命态之发生，生命事之发生，生命相之发生，生命形之发生，生命气之发生，生命光之发生，生命微之发生，生命一直到生命体质发生，全部归属于肾，所以肾才是先天之本。如果把肾当作我们日常说的腰子，就是英语的 kidney， 最后翻译成用咱们的肾子和脏子
翻译成的肾脏，四个排尿的器官，器官俩字本来很大，实际上是配件，翻译成器官，把中华文化贬低，把那个英语抬高啊，实际上是个人体结构排尿的配件，它怎么能成为先天之本？只有肾在虚空服侍一切自然生命社会之发生和统摄，肾才是先天之本。以上呢，我们讲的肾之气脏，在气脏中，我们以《黄帝内经》的“肾者作强之官”来重点通悟。谢谢。谢谢傅老师。那个，那我们等于今天又进入这个关于这个肾在这个整个自在天网系统里边的这个境遇的表达。等于每次捋这一遍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整个自在天网的这个整体的格局结构有更深一步的了解。那在最重要的这个空识神气的这个脏里面，特别讲了这个空脏，实际上空脏呢是讲肾呢，在空脏里面它是在这个虚空层次啊，它是在这个先天之本，它是虚空环转这个的本质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在空藏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在这个跟其他的这个藏的比较呢，那么心呢是在空合空这个藏啊，那个肾是在虚空，肝和肺呢是在虚实往来的往来出入啊这个层面。就是这下就是因为同时来比较这些其他的这个五脏能量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了就是这个肾脏在这个系统里面的特征，在空脏里的这个特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讲那个，所以呢肾呢它为本啊，它是始啊。那么在这个神脏这个系统里面呢那个肾呢是这个藏的是志啊，那同时呢跟我们又复习一下，心藏的是神明。那么这个智呢是隐的，它是高维的信息那个心呢它是显，它是所谓神明，是心通神明这个心神指的是，实际这个神指的是显，是在高维和三维的临界态所以我们讲这个，像我们说心轮呢、这个心呢、它恰好是指的是三维和高维这个临界态，所以我们的心心主神明它是在一个临界态，它是把隐和显在这个高维和三维之间的一种显化。那这里面又讲，顺便告诉我们，这个魂魄呢是在神智之间的这个往来于显和隐之间的魂和魄，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在这个空藏和神藏系列里边这些这个这些关键词关键字这个中华正文关键字它的呈现。那么特别呢，在展开的是这个在这个气藏里面的神、气、经这三部分里，把气藏再进一步展开。强调了一下，它是低于空识神藏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在气脏的展开里面呢，他讲了这个肾者作强之官这个展开了，也就是所有的自然生命之发生和统摄都是在肾的这个境遇里面呈现以肾这个能量结构来决定的那么特别是从这个。通过真文把这个肾者作强之官的这几个字又呈现出来，那这里面呢顺便呢就讲到了一个作和强，那作呢那个得到的一个结论很简单，作实际是一切的发生它这种发生呢它用下句符来呈现这种下句的发生就是从高维投影下来，就所有这个时空的发生只有一个从纵向来讲就是从高维投影在所以这又在佛家叫缘起缘就是高维能量关系从投影源里面投影到这个空间里面就是缘起所以呢这个回归这个投影源就回归我们的本源回归这个自性所以呢这个缘起性空指的就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那是一切的缘起
啊，所以因投影原理的关系而发生，这叫缘起。所以那个坐啊坐，所有的坐啊，实际是源于高维，是从投影原理投影出来。所以它这个下句特别明显啊，下句就是从高维投影下来的呈现。那所以它就是发生，它是发生的根本。那个墙，大家看那个符号非常精彩，它就是一个能量波共振的一个持续的叠加，同频叠加，叠加呢，它就是共振的增益啊。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能量波，它开始共振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显化不出它的效果，但它持续保持一种状态的时候，它这个共振会带动周围的整个能量波跟它产生同频啊。这时候呢，它整个的增益啊就呈现，所以它具有统摄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啊，在某一个点上进行同频的持续的共振的话，它会不断的强化这个共振的振幅，而集结和这个调动和这个统摄周围的能量波，跟它产生同频共振，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所以强就是这么来的。我们说这个一个能量的这个强弱，啊，实际一般讲的强弱是它的能量波的振幅啊，振幅大的这个能量，还有一个的频率高的能量。啊，它都属于高啊，高频都属于强，啊，那真正的强的那个更在显化空间里、显形空间里强，是以它的振幅决定。而当这个振动啊不断的叠加，在同频上叠加的时候，它会不断的把这个波峰加大啊加高，所以它的这个强就会啊统摄啊整个调制周围的其他的能量波。啊，这里面高频也是可以做到这个强的概念，啊，所以它用的不是一个这个。波幅，他用了一个叠加的，看到这个啊，而且是看上去复杂的一个叠加关系，他就表达的是一种能量波的啊密集的一种叠加状态，但是它又是一个同频状态的，所以呢，这个最终他就想，这个在这个气脏系统里面，肾的这个它主要是肾是一切的发生与统摄的宇宙基本能量结构。啊，就最基本的能量结构，只要呈现这个能量结构，它就统摄了所有宇宙空间的发生和这个统摄，所有的发生和统摄啊，就是它的这个共振啊，它的共振的增益都是由这个肾来发生。但是这里面如果我们用楷书的肾写出来呢，那没有办法跟这个后边的内容关联。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华真文的肾表达出来的话，那中华真文这个肾它后边就接了肾是一切发生与统摄啊，或者说这个增益啊，这个能量增益啊，能量波增益的啊，这个宇宙基本能量结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这个中华真文这个肾和这个后面的描述的直接的关联啊，中间过渡了一个我们的楷书的肾的时候呢，啊，它只是一个这个文字的演绎转化，但实际归到本质的是在真文上的这个肾，它才体现出了这个啊完整的意思啊，这个中华。这个楷书的肾呢，其实它的这个形已经转换，它所带的能量已经不像是那个中华真文所带这能量如此之完备了，啊，这么究竟和直接关联了，它已经转化了啊。但是呢，这个他们之间有着这种必然的关联，所以我们真正在书写，现在现实人书写用楷书来书写的时候呢，啊，我要知道它内涵啊，所以所有的那个文字的内涵，它的高维属性叫文字般若。啊，我们看任何一个文字，如果我们能理解它的高维属性的话，那看什么样的文字最容易跟那内在的高维，能量结构关联呢？中华真文啊，所以为什么说中华真文的重要？就这个文字只要在这儿，那这个能量它反映的能量结构就在这个场域里边啊，你只要跟它产生这个关联，你就会跟这个字所呈现的能量结构、空间能量结构产生相应。啊，这时候你的那个整个通透的这种能量关系，就打破这个三维能量局限的这个通道，就由这个中华真文可以引导我们去啊拓展打开，啊，谢谢傅老师，谢谢刘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中华真文表示出来的《内经》，那个精彩程度，真是不可理喻啊，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激动人心啊！我们看到这几个字，那种感觉，与楷书之边根本就不是贴壤之边，而是天界之边，宇宙天地自在与物体。部件之别
或者叫网点之边，用贴网与实体之边，实点之边，下面呢，我们通悟一下素脏、虚脏、内脏啊，肾在五行素脏中属于水，自在天王之翻篇翻到那个自在天王之素脏、虚脏、内脏啊。胜在五行之数中，属于五脏，五脏与五行的相互关系，肾属于水，肾环转虚空，而那个水是回旋精神，所以肾与水同属于五行之水。五脏之肾在内脏中，它又与五方之北、五季之东、五阴之雨、五色之黑、五味之咸、五官之耳、五体之骨为同类。当然我们不能把五体之静脉肉皮骨理解成人体结构，把目色口鼻耳理解成五个感官啊，不能把双口干心弦理解成五种味道，把青瓷黄白黑理解成五种颜色啊。肾与冬相关，是因为冬藏春生是以藏为冬气，所以呢肾与冬季同类，肾与五阴之雨同类，五色之黑同类，五色之黑也属于藏隐，隐这黑啊，显这白啊，赤也是血啊，而黑呢，隐，所以肾与黑相关，并不是说肾是一个配件，这个配件呢是黑色的，而是说肾虚隐，五色之黑也是虚隐，所以肾与五色之黑同类。耳，也不是耳朵的耳，耳的真文是一个大红波幅，再加两个小红波幅汇集啊，融合啊，所以肾呢与耳相关，肾开窍于耳。以上举例呢，都是说明肾脏在内脏中归属于五行之水，而五阴、五色、五味、五官、五体等等都与肝心脾肺肾五脏相类。如果用中华正文把五阴、
五色五味五官全部显示出来，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肾与北东与黑斜耳骨同类。这里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能用所谓人体组织配件来理解肾之五类啊。肾作为五脏与其他四脏的相互关系，肾生肝，肾治心，肾成脾，肾化肺。因为五行关系中，在和谐五脏中是生治成化啊，只有在邪气五脏中才是伤趁物怂啊。所以在和谐五脏中，肾生肝，肾治心，肾成脾，继承的成啊，肾化肺。举例来说，比方说为什么肾治心，肾虚空，心合空，虚空肯定比合空境遇高啊，有了虚空才有时空，有了时空才有合空太空，所以肾治也心，虚空治也合空，所以肾治心。嗯，从气脏来说，肾治发生统摄，治也心治主导驱动，没有肾治发生统摄，怎么能有心治主导驱动？所以肾治心，肾成脾，成传承的成啊，成脾。脾从气脏来说，也变运化，而脾的也变运化必须依赖肾的发生统摄，没有肾的发生统摄就没有脾的也变运化，所谓肾成脾，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以上呢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五脏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治成化啊，在整个生治成化中以肾为根本。黄帝内经中，黄帝曾经问其黄帝曾经问雷公说，五脏中什么最重要？雷公说肝最重要。然后黄帝说不是肝，所以五脏中最重要的是肾，肾在虚空，肾为根本，肾为一切自然生命社会之发生统摄啊。如果这样理解的肾乃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才能够正确的通悟《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每一篇都是以点通往，以虚空之虚点来通虚空之全网啊。我们不能把《黄帝内经》中所讲的所有宗名都用概念来取代，用概念和白话取代《黄帝内经》之真名，是彻底否定《黄帝内经》
彻底歪曲中华一道，彻底歪曲中华文化。以上从五脏子腧穴内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经通悟到肾在五脏腧脏虚脏内脏中的重要境遇。谢谢。谢谢何老师。在这边呢，把这个腧穴内这个这脏啊，这三部分啊，做了一个统一的一个解释哈。从这个从腧脏里面，在五脏系统啊，以五脏系统来看，它啊在五行啊体系里面，它包括了跟不同的类的这种关联啊，在这个五方啊，在方。这个五方的这边是以北啊是北代表的北在这个四季里面代表的是这个冬啊，在这个五阴里面代表的是雨啊，在这个五色啊这里面代表的是黑啊，那在这个五官是耳啊，在这个五体这是骨啊，把这个每一个类给做了一个关联。那在这个关联里面说的特别关键的有几个点，举了几个例子啊，就它不是我们在这个概念上的这些关系，它代表的确实是它的能量属性啊。比如就说到了这个冬啊，其实冬这个从季节上来说呢，它是一个它跟这个肾的关联，那它是一冬的背后就是藏啊，肾就是藏啊，其实就是它在生发的啊这个基础。啊，藏是生发的基础啊，所以这个呢，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启发哈，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五季四季的概念。那在于这个黑这个颜这个呢，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黑的颜色啊，因为它黑的它的属性是隐的，而且呢它是藏诸色啊，它所有的颜色都藏于黑啊。其实我们在现实中也有这种感觉哈，就当你把所有的颜色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黑的了。啊，它就成黑色了。它吸收所有光谱啊，所以它把所有的光谱到这就全部藏入了，就像黑洞，就所有能量波全部进入啊，全部进入它啊。这个，所以它也是这个啊藏的这个概念啊。那这个耳啊，在五官里面，它也不仅仅是一个耳，它代表一种哎，也是这个空间这个能量属性啊。中华真文它恰好是一个大的洪波符里面套两个小的洪波符的。啊，它代表的就是能量跟这个能量波的这种啊，这个跟能量波的这种相互作用啊，对能量波相互作用的这种呈现啊，这所以呢，它里面都非常的精彩哈、啊，它那个内涵就是跳出概念啊，看到它的内在能量属性，它的核心的内在关联啊。那在这个讲到这个五脏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展开啊，特别是在这里面呢，又一次给我们提示啊，它不是一个五行相生相克啊，简单的这个。概念上的东西，它实际上呢，它更本质的讲的是成啊，这是生、制、成、化啊这几个作用啊，肾成肝啊，肾制心，肾成脾啊，肾生肝啊，肾制心，肾成脾，肾化肺啊，它代表了，它把这个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展开了一个，比如说啊，以虚制和啊，也就是虚空。它实际是制约这个合空的啊，它是整个统帅统摄合空啊，因为从虚空啊本体是虚空啊先天啊，合空呢是关联虚空和这个现实实体啊实有的啊，所以它这是一个这个关系，而且呢它是发生统摄啊这个新的这个主导和驱动的这个本质的，同时呢，在这个谈到这个脾这块呢，它是也是发生统摄整体的演化与运化这个功能的啊，它所以那个这个脾是后天之本，那这个肾呢，它是先天之本，它是一个承啊承载啊，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来理解《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的这个表达，如果傅老师不止一次提到，如果用中华真文啊来理解《黄帝内经》的话。那一下就把这个《黄帝内经》的整
整个的这个全网的这个自在天网的整个空间结构就能让我们感受看到啊，或者能感受到，甚至你能直接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同频了啊，它已经不是在我们现在用这个楷书的这种书写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能量关系，已经这个能量关系已经大打折扣，而且打的这个折扣用这个傅老师的这个表达说，它是一个整个全网啊和实点之间的这个关联，它还不是虚点。啊，这个虚点名为这个实点，它是有形有相的，它是一个在有限的这个空间范畴里的，啊，那这个虚点啊，所以说《黄帝内经》是以虚空之虚点啊来通全网，啊，这样的话呢，才能理解《黄帝内经》它的这个虚，就相当于灵维和 n 维 ，n 趋于无穷大，实际是一回事。你能够从任何一个虚点啊去跟这个实点啊，这个实这个跟这个全网。去关联，又能跟所有的实点啊进行关联啊，就所有的存在就能关联上。所以呢，这个把有形、无形、实和虚、隐和显啊，所有的啊，说那个化生和这个上化和下聚啊，上通下延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能量关系啊，呈现在这个虚空能量结构啊，所以这也是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华真文在不同境遇上。啊，它的这种完备性啊，对这个整个时空存在和它们相互关系的这种表达的完备性，而这种表达呢，它不是只是在一个有限的概念上，因为很多概念呢，只要你说出来以后，它就有一个局限了，啊，当我们把这个概念的本质啊，找到这个概念本质它的来源于整个时空能量结构的时候，这时候一下就把我们的思路一下就拓展了，啊，拓展到一切存在和整个空间。啊的这整体的关联的结构啊，它表达这个建构起来啊，这是中华真文已经给我们把这个结构啊完整的呈现了啊，谢谢傅老师，谢谢廖老师，我们再通悟一下中华真文圣在机藏化藏。业障、太障、四障以下的境遇啊，四障，机障、法障、化障、业障皆有圣，而业障中有太障、四障、下障。我们重点举一下四障，因为病机是中华医道平和生命之先，生命是和生命空虚神气素虚伪逆，就是邪气，有了邪气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各种疾病。对于各种疾病的和调，就要从病机入手。病机呢，又有态、势、相。从病势而言，又有局势、趋势、时势。病机之局势。包括虚实、寒热、燥湿等病机，病机之趋势有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等病机，病势之实势有胃气营血、三焦、三阴三阳、六病等病机，所以肾如果出现了邪气，导致的所谓肾病、肾虚补肾，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阴虚之阴，阳虚
助阳、气虚、益气。对于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这样的疾病非常多见。肾寒、肾热都要用相关的养生针灸、推拿、奔草去平和。肾燥、肾湿也是这样。除了平和虚实寒热燥湿以外，还要平和肾脂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肾脂虚空统摄合开入出，所以它也统摄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这些动变趋势中发生的肾的异常都要用相应的养生针灸推拿奔草来平和。时事也是这样，比方三焦病机中肾在下焦，胃气营血病机中肾在胃气营血各种邪气之后，终必及肾，就是各种邪气最终都要伤害肾气，所以呢，胃气营血、三焦，还有三阴三阳六病，他们的最后所导致的肾气失和，都要通过补肾、和肾来进行平治。中医治病是通过平和病机，调动生机，平和病机调动生机以后，生命自治，生命自己调和了各种邪气。但是医生的责任就在于平和病机，肾脂病机呢有虚实寒热燥湿啊，也有表里出入、上下升降、开合聚散啊，当然还有三焦之肾、三阴三阳之肾，这些不同的病机呢都要通过平和病机来进行医治啊。这里呢主要举了一下病四中的肾的表现。实际上呢，肾与积脏、化脏、变脏、太脏、湿脏、下脏都有重要的关系。由于时间嘛，只要时间关系，只能举这个例子。下面我们还要看一下肾在形脏、气脏、积脏、物脏、光脏、微脏、体脏中的显现啊，也只能举例啊。举例来说，比方说在光脏、微脏、波、苍、场、广、光都属于自在天王之光脏，一切光波长只发生统摄皆归属于肾，那就包括现在高能物理所说的能量场、信息场、物质场、能量波、信息波等等，一切波子发生统摄皆归属于肾。而进入体脏，指缺分界
单组配，一组织、组件来说，所有的细胞都发生与统摄，皆归属于肾，而细胞子主导驱动，归属于心。细胞子也别硬化，归属于脾。细胞子传递转输，归属于肺。细胞子反馈协调，归属于肝。这就是说，每一个细胞皆有肝心脾肺肾。刚才我们心脏以下呢，只举了光脏，还有这个主脏，指肾。当然，胃脏也有肾。比方说，所有粒子、量子、光子、中子、质子、电子、原子等等粒子都有五脏，而所有粒子只发生全归属于肾。有人说，中医虽然没有量子医学，但是呢，在应用中呢，已经体现了量子医学的内容。实际上，量子医学在胃脏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空脏、实脏、生脏、气脏、素脏、虚脏、内脏、肌脏、化脏、变脏都低得多啊。实际上，中医已经全面包括了自在天王中的所有脏怎么能说中医没有量子医学？而量子只是微脏中的量子子发生统摄，归属于肾，所有量子子主导驱动，归属于心所有量子子也别运化，归属于脾，所有量子子传递转输，归属于肺，所有量子子反馈协调，归属于肝所以肝心脾肺肾在量子中已经全面概括了量子子各种各样的化变怎么说中医没有量子医学光脏、微脏全体、分体、介体中皆有五脏，到了单件、组件、配件中也有五脏。我们刚才举了配件之细胞之五脏，到了配件之实体配件，现在被翻译成实体器官，用的器官两字，把中华文化之气和官两字贬得很低啊。实际上呢，是配脏，配脏呢还把那个脏字呢又改成脏东西的脏然后把配脏之肾翻译成英语的 kidney 所以说现在所说的肾脏那个肾已经不是中华医道的肾，那个脏也不是中华真文之脏而是那个脏东西的脏这就是说到了单组配之配件层次，才有配脏。配脏之肾就是一切配件之发生统摄，皆归属于配脏之肾。中医说的配脏之肾都不是
实体都不是实点，而配搭之肾都向上通贯自在天王之一切精运，所以配搭之肾也具有发生统摄这样的气场精运，因为它是向上通贯的。从以上，我们从形脏以下到光脏、微脏，一直到肝脏、主脏、配脏，我们才发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所谓排尿配件被请着泌尿器官的肾处在自在天王中的什么样的位置。它仅仅是自在天王中单独配件的配脏，配脏之肾并不是仅限于排尿的泌尿系统配件，被称作泌尿系统的器官，而是这个实体的配件它都要通贯整个自在天王，因为这个实体配件它有肾之细胞，属于单件属于组件，肾之生物大分子、生物小分子、生物分子属于肾之肝脏，再往上一直到分脏、全脏、脾脏、胃脏、肝脏，就是说实体的肾也有光波场，也有量子、中子、质子、电子等等，一直往上啊。以上呢就是说明了肾脏在自在天王中的全面通贯，特别提出了配件之肾脏都不是自泌尿系统的排尿的那个试点。谢谢。谢谢傅老师在这一节里面啊，把这个从肌脏、化脏、变脏、太脏啊，到室脏和象脏啊，这个几个环节，特别用室脏啊，跟这个我们中华啊医道系统里边啊，和我们大家能够理解的啊了解到的这个关于从病机入手来这个治所谓的这个疗愈啊和治疗啊，它的这个病机的啊，通过这个室啊这个室脏来看这个病机啊，通过这个它的局势、趋势和时势啊这三个层面啊去展开。啊，那么通过局势跟我们现代人啊接触到的中医里边所表达的啊虚实寒热燥湿，和这个从趋势上啊去表达的表里开合处上下升降和聚散，还有从这个时势上讲的啊胃气营血啊三阴三阳啊等等啊，把这几个这个我们常在中医系统里边啊所关联到的啊诊断啊治疗的这个通过这个病机入手的啊，做了一个非常啊完整的一个啊表述啊，让我们去理解了这个关于这个肾啊它所涵盖的在这个病机这里边的这个一些把握啊和这个理解和这个手段啊方式。那这里面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实际这个真正的在这个时空能量系统里边啊所做的这个治疗啊过程，实际什么呢，是平和病机，调和升级啊。这个病机，所谓这个病，实际它指的，用我们这个能量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就是偏性的能量啊，它就整个宇宙能量结构中的偏性啊。那么实际平和就是让它恢复到一种和谐的能量状态中来啊，这就是一个平和病机啊。当这个病机平和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适当上的局势、趋势和位置
和这个时事啊，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啊和谐的状态的时候啊，这就是一个平和并济，把这个偏性能量啊纠偏，同时呢，它是调和生机啊。它当这个调和生机这里面有实际有更重要的一个含义在这里面，其实就是让整个的能量系统调和到一个高度和谐状态的时候，实际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隐形的概念，它跟那个一合了。这个一字它是一个提升维度啊，生命觉醒啊，整体的生命觉醒，它不是一个只是治病的概念，也不只是它是造成啊产生一个和谐的能量场啊，和谐能量系统，而它为纵向的生命的提升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啊，它就跟这个人类的所有智慧里面的本质的这部分啊，就关联了啊，所以它是平和并济，调和生机啊，这才是真正这个中华医道里面正很重要的啊，这个呈现啊，它在这个四脏上面的这种呈现。那么在后面继续往下呢，讲到了形脏啊，这里面包括了气脏、肌脏和物脏，大家注意哈，这个物哈，从这个物这里面，它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在三维空间物体的概念了。它包括了这个光微体啊，就是三维空间里的啊，这个我们能够啊看到的这部分，啊，实际上呢，这个能量呢，这个概念是超越物质这个概念的啊，它实际超越了光啊，它已经把这个意识，所以能量这个概念啊，在广义的能量概念系统里面，实际是跟整个自在天网系统里面所有存在，啊，是关联起来，它把意识能量和物质能量高度契合的啊，这个融合为一个整体。啊，所以呢，物质能量也是意识能量投影的显化，所以在这个物的层面呢，是讲到了就是在三维空间啊，我们能够呈现的啊，这个所有存在啊，它有这个波，有场啊，那微这边有粒子啊，体这边呢有全分键，有全体、分体和键啊键体，啊，那个这个键这里面再是继续分有单组配，那直接的讲这个从波的这角度来讲啊，所有的能量波的发射、发生、统摄。全部归属于肾，大家注意，我现在说的这个肾是中华真文的肾啊，不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啊，我们讲这个楷书的肾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每次书写的时候用这个肾的时候呢，你书写那个当下，你就在跟这个整个这个表达这个能量的这个通物这整体能量关系，就是自在天网的整个肾的背后的能量去关联了。如果我们习惯于写成这个楷书的肾呢，你写这个肾的当下，跟那个能量场很难真正关联。所以呢，这个如果学过自在天网的这个中华真文的这种，如果我们能够用真文系统来表达一些关键字的时候啊，其实你那个字写下来那时候，你那个就你打开这个智慧的这把钥匙哈，就已经抓在手上，啊，你就能够通悟。啊，这些文字带给我们的那个更高维度的智慧，啊，这点是挺非常重要。所以也是今天这个课上，我突然，哎，我觉得我不需要写这个，啊，不需要写这个楷书的这个肾啊。既然我学了这个呢，我就用这个中华真文的啊这个肾来表达，啊，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一边学一边要用。啊，所以在我在跟其他老师在对话的时候，涉及到一些文字的时候，我呢虽然没有跟这个傅老师要一个中华真文，他这边已经啊关联的这个中华真文的字，啊，但是我呢从甲骨文这边也能推断一些哈，能够利用这个就活学活用啊，这个直接去用它去啊去看它的从单符到复符它的组合整个结构的表达。啊，我会发现这里面特别受益啊，特别是在对经文啊，对很多像大学呀、啊、这里面用到一些词汇那些字的一种解读的话，那个时候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啊。它已经不是从象形文字，也是不是从金文楷书这个里面得到，它完全直接从甲骨文去得它的真文结构啊。当然，傅老师在这方面研究得很深，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哈、啊，这个傅老师要能给我一个一个字典哈、啊，就是这个中华真文的一个，就不用别的，就跟这个现实这个字的对应的字典，我拿到这个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在网上找，但我想有就通过傅老师研究的这个东西，它更这个针对性啊，它的这个组织的架构会更合理啊。所以那个我也期待哈、啊，这个傅老师有没有出一本啊，专门出一个这个中华真文的这个文字这个简单的解释，不用特别复杂，简单的就把它的符式结构给表达。其实就非常精彩，好，我们在现实用的时候就很好。那么再讲到这个单组配里面啊，用细胞啊来讲到，就所有跟细胞啊相关生发啊发生
和这个统摄的这部分，其实都包括了这个肾啊，这个能量属性啊，所以它呢，它是可以从上贯通的，它发生统摄皆归属于所有的发生和统摄皆归属于肾啊。那么这也就让我突然呢得到一个感受哈、啊，就说实际上我们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向的错误，极大的限制了人类对整体宇宙的了解啊，就是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单组配这个系统里面是无限的去复杂化，而且这个复杂化的这个过程呢，又把它这个扭曲的一个特别表象的啊，虽然我们认为是微观，但这种微观的结构上的这种执着，使得我们那个思路打不开了啊，等于限定在一个特别，就像我们在三维的横向发展啊，不断的去叠加，把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不是通过质检的方向，就是方向是要升维，是在更广阔的宇宙空间格局里面去看这些事情的内在关联。这个时候你一个字就代表了整个，就把整个这个空间能量属性和这个自在天网这种关联，让我们真正能够看到啊，这个中华文化啊，特别优秀传统文化在整个宇宙空间啊里边，它所呈现的啊，它的这种完备性啊和这个完美。所以呢，这个也是让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产生这种真正的自信，啊，所以研究方向的错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啊，就是说这种研究方法呢，就纯粹用三维的实践想去研究高维是不可能的，啊，其实傅老师这个研究方法也不是这个三维的研究方法，他前面也介绍过啊，大量的是在他自己这个内证的过程啊，大量的从内在去获得这种高维信息啊，去关联。啊，这个不是迷信的东西啊，因为这能够这么完整的啊，这个成系统的，啊，而且这个每一个字每一段话的描述都是啊非常对仗，而且呢非常丰富，这些东西靠这个简单的文学造诣是不可能的啊，它一定是接通这个内在的这种智慧以后，它才能用这么自如的方式啊，去这么完整的去表达这些信息之间的这种关联啊，而且呢会我们从不同的方面去看的时候，看到它的如此之精准啊，而且呢，它的互相之间的这种自洽啊，这种圆满啊，所以呢，这就它绝对不是靠我们这个啊三维的科学实验啊，靠我们的这个文学功底和造诣啊，来通过象形的研究啊来呈现的，绝对不是。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那它只是在知识层面的复杂叠加啊，在这个是头上安脚的这么一种啊方式啊，它不是这种概念哈。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呢，也能够不断一边学一边领悟，一边在这个过程中啊，跟自己现实当下面对的这个啊各种挑战啊，各种现实中事物的解读都可以转化啊，都可以转化成我们跟更深层的能量之间的关联啊。所以这些文字每一个字都是法器，什么是法器？是连接高维的工具啊。中华真文每一个字都是法器，都是帮我们连接高维的啊，通过这个连接我们能够领悟它这种高维能量结构在现实中之间的关联，它是通天彻地的啊。好，谢谢傅老师。谢谢刘老师。下面一点时间我们再通一下道，不是肾，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中华五脏有天地之五脏、宇宙之五脏，也就是自在之五脏，还有空思动变之五脏啊，还有天王之五脏。肾有天地之肾、宇宙之肾啊，也有自在之肾啊，自然之肾，还有社会之肾。社会之肾，一切社会境遇之发生统摄皆归属于肾。以企业为例，企业之发生统摄归属于肾，企业之生产方式属于肾阴，甚至企业之发生没有生产方式就没有发生，当然我们所说的方式是具体的五体以下的境遇啊，在五体以上呢，我们还把它叫做发生，就企业之发生归属于肾，
其肾阴其子统摄，归属于肾阳。这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方式也归属于肾阳。所以肾是企业之本，而企业的主导驱动归属于企业之心，企业的演变运化归属于企业之脾，企业之传递转输包括企业之营销归属于肺，企业之谋虑决策协调归属于肝。从个国家来说，国家之肾毫无疑问是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所以人民是国家之肾，是国家之本。一切都要为人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一切境遇都要以人民为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离开人民就没有政府，也没有所谓政治经济。所以对国家来说人民为本，对一个民族来说道德为本，道德是民族之肾。所以中华道德，中华大道属于民族之肾，肾乃先天之本，只有崇扬保护捍卫中华道德，中华大道才能捍卫民族之根，民族之肾。而文化精神为主导，文化精神乃民族之心，心为主导驱动。所以中华文化中华精神乃中华之心，有了中华大道，中华道德之肾，才有中华文化中华精神之心。没有中华道德中华大道，没有中华文化与中华精神，那这个民族就没有肾，没有心，没有灵魂，没有根本。以道德为纲纪，以文化为主导，经济只是一个基础，只有以道德文化精神作为根本和主导，才能够发展经济，才能够复兴民族。而教育之化通，医养之和调，皆从属于以上道德文化精神。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确了社会境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一切境遇，都要以中华道德中华大道为根本，以中华文化中华精神为主导，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拯救民族，复兴民族。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必须
复兴中华道德、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之复兴，必须首先复兴中华文字。中华只有文字，才能使我们万年以来正统合一传承，使中华民族繁衍发展至今。所以抢救中华正文，抢救中华文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时代责任、神圣历史使命。谢谢大家。谢谢傅老师。那么在这里面讲到了，就是举例在社会境遇中的意义啊。讲到主要它是在这个企业啊，我们讲企业经营里边，它主要它的发生是在生产方式啊，它属于这个肾阴啊，管理方式属于肾阳啊，所以呢，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不是我这点好像是生产方式属于肾阴啊，肾阳是管理，不是管理方式吧？肾阳是统摄，傅老师。统摄啊，对，统摄包括管理方式，包括管理方式啊，对啊，整个统摄。然后在国家呢，这里面这一段说的特别的重要啊，就是实际国家之肾是人民啊，那么这个国家之肾这人民呢，它是本啊，所以以人民为本。那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一个民族啊，整个一个民族的这个整体，它是以道德为本。其实道德就是高维，就是先天。啊，那个三维空间的一切呢，是后天是呈现的三维的这个投影，那投影源是在道德。为什么这么说哈？这个道德呢，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啊，特别精彩的表达了这个道和德所在的空间境遇，啊，也就是它叫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啊，所以这个道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德就是离开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啊，这就是德，所以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到四维都是德，所以有德高望重，厚德载物，所以道德指的是高维能量，啊，指的是三维以上的啊这个能量数啊体系，在从四维到恩维之前啊之间，这全部是德的境界，到了恩维恩趋于无穷大就是道，所以呢，道德从这个角度就理解了，它是先天，是投影源，啊，它是中华大道的本质，因为中华这个文化的本质。是天地人的文化，就是回归本体，回归先天啊，天人合一，它指的都是归道啊，知道是合道啊，所以呢，这个中华文化的道德为本，就是以高维的智慧，高维智慧为本，以投影源为本，这是最合理的，因为只有投影源决定投影的像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三维的人的意识状态呢，是以三维啊，所谓落地都是落在三维的像上，实际只有落在心地才叫真正的落地啊，所以那个本要落在这个地上。啊，落在心地上，落在高维啊，落在投影源上，它才有意义啊。所以这个文化呢，是文的化现啊。这个文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真文，这个真文就是能量结构，就空间能量结构啊，形成了这个文。文的化现就是文化啊，文所在的境界就是文明啊。所以这个文化啊，这个文化就代表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高维能量属性啊。这样的话呢，才能理解到这个民族的整体精神。啊，是以这个道德文化啊作为基础的啊，所以呢，这个在化从调和皆从属于精神的这个道德啊这个层面呈现，这个其实不仅仅是中华文化啊，不仅是中华，它整个人类啊，它的这个整体也是必须趋向于以道德为本啊，这个啊不以道德为本的这个人类的存在将会被自然淘汰啊，将会被自然淘汰，就人类偏离道德的所有的行为，最后会在自然的面前啊，最后被自然清理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疫情啊，或者现在遇到各种灾难，都是自然对人不符合道德的这套系统啊，在进行清理啊。这种清理呢，就是它会保留这个能够跟自然和谐的这种存在啊，这个跟自然真正和谐的啊，这个就是自性的本然啊，就是恩为恩趋于无穷大的这个能量属性，那是本质。跟这个能量所关联的能量啊，会自在的呈现在这个空间，所以这为什么叫自在天网啊？也指的是和这个天网系统啊高度融合的啊，它才是真正的啊人类呢正所以那个中华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啊，复兴的是什么呢？啊，是中华的道德和文化。啊，这种道德文化啊，它是以这个，以中华的这个核心的啊，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啊，作为它的本质。天人合一其实讲了自在天网和每个生命的圆满的合一，啊，或者也就讲这个整个恩为恩趋于无穷大和灵为其小无内完整的合一，啊，它跟每一个生命的完整的合一，啊，这个就是这个中华文化的精髓，啊，真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是优秀在这个点上，它是前道。啊，就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是持续提升维度。天行就是去高维，啊，完整的在自在天网的各个境遇中，啊，去呈现生命的这种啊更深层的这种啊能量境界啊这种境遇，啊，然后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是在每一个境遇上创造这种啊和谐的生命状态，为纵向提升创造充分且必要条件，啊，这就是一个纵横能量关系，就是乾道和坤德能量。这是中华文化的整个能量结构，在这种能量结构里边，我们再去理解啊，这个道德文化啊，道德这个它是人类的未来啊，这种跟自然和谐的能量啊，才是我们整个人类未来，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所表达的，人类未来必将走向和谐共生啊，这种以这个冲突竞争啊，这种竞争模式啊，都是偏性能量，这种偏性能量。人类自己不自觉的啊去转化的话，那自然就一定会来清理啊，任何偏性能量都会被自然的能量啊以它的方式以它自然的方式来纠偏回归到一个自然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东方智慧因为是跟这个自然的啊这个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这样的能量系统啊，它跟这个先天能量是完全去啊和谐的状态，所以它是符合这个天道。啊，这也符合我们整个中华的这个本质，这也是人类未来的啊，只有这种方向才能让人类才能有未来，否则啊，人类就集体啊集体自杀了啊，整个是一个自残的啊自残的生命格局啊自残的一种生命状态啊，就是一个集体自杀啊，因为什么呢？大家在合伙高效率掠夺我们自己的生存资源啊，这一看就是啊，这一定是脑袋出问题才这么想啊，才这么往这个方向走。这个脑袋要健全一点的话，一定会从这里面醒过来啊！所以人类的觉醒已经开始。好，谢谢傅老师。傅老师，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啊，没有了。下主席，谢谢。你真的千万别这么讲啊！就每次就是我们的这个对话啊，已经进行的第五十期了啊。每次听到二位老师的对话，确实是心潮澎湃。然后依然非常精彩。刘峰老师和傅老师关于这个中华正文的对话也进行了很多期，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把每一期的对话的很多的主题语做一个简单的概括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些关键的字，比如说话、句、通、言、还、变、和、余，这些字它其实它都具有一个本质属性，它是在气和能量的这个层次上来表达的。《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人生于地，玄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悦人。这里面两个就是和气以后，人才可以成立，人才称之为人。所以这里面的气就是人的关键。那么脏气是末，气是本，脏气是气和能量在特定频率和振幅作用下的这个聚，这个下聚是下聚后的实体的呈现，是也所谓的肉眼的眼见为实。而肾在五脏里面是最重要的器官，身至诚全是在气和能量的隐形的形式下去和其他的气能量来和来环变来通言来化聚，达到气和能量的通畅交互，实现病机平和。平时无病，就是一旦气和能量达到平类以后就没有病了，就是这就是健康之本。而中华正文的通物是与人体器官在下聚的基础形式下，那如何化气，如何通言环变，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契合。而通悟中华正文，就能够在根本上知道人们超越配件，
超越器官意义上的这个末，去求健康之本，去溯源健康之道，这就是中华医道。所以我们讲真文在，中华医道在，中医在，文化在，这个是天地大道。而中华医道的背后就是中华文化的大道，是宇宙的自在天王之道。这个宇宙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就是 N 为 N 趋无穷大。而中华民族我们一向讲是最合乎天道的民族，所以我们讲也是中华民族也是奉天承运的民族。但是我们从近代以来啊，我们翻看我们的近代史，面对我们的各种割地赔款、各种不平等条约、各种租界和半殖民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但是他们的反思就明显矫枉过正，达到了一种认为是我们的祖先曾经引以为傲的灿烂的文化，导致了近代的屈辱和挨打，这就造成了长期的文化自卑。不仅认为我们的文学、建筑、音乐、绘画、军事不如西方人，甚至还认为我们的汉字本身就带着原罪，需要废除，走简化，走拼音，走拉丁化，还有更极端的认为黄种人就有原罪。所以我们在近期我们看到美国的很多华人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华人，希望自己甚至把宁愿把自己归为满洲人而不愿意成为华人，这个文化自卑达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就是我们数典忘祖。在中医领域里面呢，我们将我们的规则和话语权拱手相让，这个不仅仅是削足适履，可以说是就像夏虫不可和冰雨来一样，怎么样用夏虫来给冬天的冰来矿线呢？所以我们中医失去了我们自己的通达高维的这个思维的优势，这个代价非常沉重，可以说何其巨大。我们回顾我们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被外族入侵，被外族占领，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所有这些占领中华民族的古代的外族，在占领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把中华民族汉人 他可以杀到十之九，十个人看杀了九个人，但是他最后还是会被中华文化给同化，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份子，而继续传承传扬。长期研究中国的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特维苏莱特说了一句话，不要试图同化中国人，因为你首先会被同化，可以说一语道破了中华文明持续的真相，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同化能力。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华文化能同化外族而不被外族所同化？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刘峰老师为什么可以和各种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方便法门进行知音意义上的这种契合性的交流，没有争吵，没有争辩，没有否定，没有对立？这两个问题其实 是一样的意义，是一样的回答。因为高维统摄低维，低维在他的禁域内，最后只是反震了高维，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感染力，也就是中国人守护华夏文明的本能的决心和能力。这里面我还要提到两个学者，一个是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一个是那个汤因比，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们在中国可以说是国力最微弱的时候，几乎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他们能穿透时空。罗素说，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一样，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幸福。他还说，中国人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如果他能被全世界采纳，将是全世界幸福，这是我们欧洲人所不具有的。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他指的是欧洲啊，是冲突与榨取，不安与变化，不满与破坏，以破坏为导向的效率，只能说以毁灭而告终。如果西方人不能学到他们所轻视的东方智慧，其结果就是如此，
就像刘峰老师刚才说讲的，就是集体自杀，可是脑子有病。而汤恩比认为，中国在漫长的21世纪里，尽管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他还认为，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对人和自然和谐意义上的追求，同时来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法的欲望。汤恩比甚至直言不讳的就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而且汤恩比这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是，甚至提出来啊，他希望自己去世以后能够埋葬在中国。所以我的前一段时间我还是跟一些英国的朋友联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汤恩比的后人，看看能不能有没有可能啊，就把他的这个灵柩然后迎回中国，实现他的夙愿。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曾经有个对话的德国的瑞伯教授，跟他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瑞伯教授他有很多发明，他希望有朝一日有可能去申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来申请诺贝尔奖。所以最后我们想讲，刚才那个艾文老师也提出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我们说只有中华民族才能提得出来，因为背靠自在天王的大道的护佑，基于这个格局，我们才有这个担当，这就是当仁不让，这就是文化自信，这也是使命自信。好，龙隐长空，天地大道，中医之声第49期的对话，今天就到此结束。